上班的市长啊，都证实了是有投资啊。那我不懂为什么没有上班的市长觉得没有投资的存在啊。那新北市的侯市长也出来讲，新北市也有很多。那我们的桃园市长曾市长也讲，新北市有很多台商回来。那甚至台中市长也都有出来证实是台商确实是回来，而且实实在在的在。或当这些就说找土地啦，或者建厂房啊，或者是在找新的员工嘛，那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中央跟地方的合作也非常的密切。那所以我们看到的有上班的市长啊，都证实了是有投资啊。那我不懂为什么没有上班的市长觉得没有投资的存在啊。那事实上他自己在今年初的时候也到燕巢去看过台商和台投资的案例。